告诉大家一件奇怪的事情啊，就在今天早上，我把唐僧和猪八戒合了一下，变成了金刚罗汉，这没什么毛病。再把罗汉和火麒麟合一下，变成了千年老妖，这也没啥毛病。但是当我把千年老妖和夏天线合一下，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，出来了这个宠物。最奇怪的是过了一会，一群人来私聊我，什么200W、300W， 这是什么玩意啊？